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。下晡五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边悲伤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连接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定正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那么咱这个节目是这个阿宏无所不谈吼，是伫阿宏中央电台每工拜九拜五下晡时两点到四点。那么，由小弟阿宏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咱来看这个国民党的吼连胜文啊，伊的这个消息的吼。那么，有人讲伊这个参加兔女郎的这个 party 哦，派对。连胜文哦，伊博这个。就要求吼做假了。那么，这另外一个消息，阿宏吼有看过，因为吼这个当时啊，那么伊这相片吼是会使讲这个提供的人吼，那么当然啦，伊个唔是讲。迄、那个相片哦，有出力就对了，有出力的。因为哪讲，伊是一个真简单的，哦，真简单的这个什么花就对了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周玉球吼，啊个放假有够大诶，哦，就所以嘛，所以讲，但是啊，咱爱去个了解，各方面拢爱去个了解，哦，卖讲安尼，
看一部，还是讲安怎看一个人安尼讲，大家相信啦吼。阿宏较无安尼心，吼阿宏较无安尼心，所以阿宏有当时咧报告新闻吼，有诶一寡迄落我未了解吼，我都唔敢乌白点咧讲，对不对咧？因为咱都无了解、无亲历吧，啊你即马讲安怎讲安怎，对不对啦？会安怎？会影响，会影响到人吼。因为我定来咧讲，即媒体真要紧吼，讲话吼。一定爱，袂使，袂使共共冤枉的就对啦，吼，袂使共共这个什么啊，迄个抹黑就对啦吼。来，咱来看内容，这是《中国时报》台北报道吼。连胜文参选台北市长，态势明朗。但是昨哦，资深的这个媒体人周玉秋伊伫咧讲，唔是干那昨啦，干那昨日啦，大昨日啦，都这个媒体啊，伊这算较早这个记者出身的嘛，哦，伊曾经嘛竞选台北市长嘛，哦，迄阵啊，台联的款李登辉支持嘛，吼。那么周玉秋伊咧讲啦，连胜文哦留美的这个期间，吼、哦，曾经到这个洛杉矶的这个花花公主总部大厦参加这个什么 Play Point， 而这个创办人，这个海湖呐筹办的这个破鲁龙派对 Party 吼、哦。那么在吼、哦，伫怀疑的啦，问号嘛。那么对这个连胜文就受气伫讲啦，吼、哦，怒驳啦，吼、哦，这完全哦，毋是事实啦，吼、哦，人事是地物，拢是假的啦，吼、哦。那么特定的这个名嘴哦，持续以不实、恶意言论攻击他，就攻击伊啦，啊。媒体应该哦去检验伊公信力，吼、哦，这个并暗示无百度提高的这个诽谤啊，你个想，对不对啦？嗯，啊，所以嘛使讲哦，啊，人都，人个报纸有咧报啦，讲人个孙啊，摕一张相片互伊，啊，甲讲个孙啊，吼，爱就开始就。什么电台啦，什么迄个媒体啦，包括唔知听迄个什么电视台啊，吼、哦，伊就名嘴，你对不对？啊就开始在讲这个代志啊。但是这个连胜文伊就出来讲啊，对不对？伊讲这个根本连这时代根本就拢个孙啊是假的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伊暗时讲哦，无排除要提告诽谤安尼啦。伊讲哦，我经得起输的这个告诉。哎、欸，我唔是，我经得起司法告诉了。哎、欸，应该是经得起。这哈、哦，但是啊，这我读一个普通话的，我尽是尽职的尽啊，哈，我尽得起司法告诉了。那么周玉秋哦强调了，这是周玉秋讲的啦，伊讲我经得应该是经啦，伊字拍的时阵安尼禁哦，应该是错误的。我经得起司法告诉，应该是安尼先啦。对不对？我读起来就袂顺啊，哦，
伊个是禁啦，禁止个禁吼，即、這个禁闭式个迄个禁吼。那么就要求强调啦，哦，如果伊讲个唔是事实吼，就请林姓文，而且个潘光宝监律师团哦，提告啦，卖吼拄着真相吼就转弯啊啦，哦安尼啦，哦当然啦、啊，伊就要求就开始就。来啊，来过啊，我就是欢喜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这个叫第一美丽岛电子报，伊当林姓文进出花花公主兔女郎派对为题啦。第一讲的时阵，林姓文20年前就读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期间，定定翘课了哦。啊，这哦。这读大学的吼，你感觉翘课？这我知影，因为安怎讲啊？迄大学都咧，啊，你都有来听课，无来听课，无咧管伊啦。你时到就考试，啊，你及格就好啊。啊，大学自由啊，哪有咧传承讲高中的？啊，你都时间拢一定爱到大学那边啦，大学那边啦，大学了你要有去也好，你因为安怎讲，伊也是分。分这个什么啊？修这个学分呢、啊？对不对啦？哦，你要修什么啊？你要听上个课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去听，时到开始，对不对啦？伊就给你考啊，啊，考你要通过就 OK 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翘课，这大学袂当讲翘课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哦，你若讲哦，放荡掉，对不对啦？哦，你再来讲，啊，那这种的在我来讲，这大学普遍拢嘛是安尼先啊。普遍拢嘛是安尼生啊，对不对啦？那么吼、哦，有一边因为伤过久无出现，引起一位台湾同学好奇啦，才发现讲原来连的是去洛杉矶的这个花花公主总部大厦。都在咱第一讲的迄个所在啊，那么参加这个海芬啊，这个古板，也这个兔女郎的这个派对啦，啊，莫阁是安尼啦，你若讲去大陆咧留，哎、欸、不，迄个美国咧留学，是不是安尼？少年人，你想啊，是不是？少年人无可厚非嘛，你讲对唔对啦？是啊，这样呢啊，杀来咧在迄个，我感觉周玉秋吼，都无为咧讲假了就对啦，啊，无为咧讲假了，所以因人注目就对啦，像这种的吼，啊，这种名嘴吼，我感觉吼，真无适当吼，真无适当，我认为啦，这大学的时阵呢开 party， 在美国来讲都是种风俗啊。我听讲，逐礼拜拢人因遐拢嘛咧开 party 啊，迄落啊，对不对啦？人因咧国情就是安尼生嘛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难道会算安尼？哎，可能这个周玉秋你敢那无去美国留学个款啊？你才会讲安尼啦，对不对啦？因为在美国来讲个算安尼，我虽然讲我无去美国吼，我在这个报纸上甲因个这个迄落啊。哦，我知影讲因遐都一种的这个现象，一种的这个因的社会就是安尼，是国家社会就是安尼，对不对啦？无咱台湾开 party 是为倒来的？啊，我请教，这个周玉秋，咱台湾有开 party 是为倒来的？嘛是对因的美国遐迄边，对不对？流行过来啊，咱嘛在学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？林姓文哦，张秀凤的时阵表示了，周玉秋所引述的这个同学哦，到底是啥人啊？伊何年何月何日做了什么款的这个代志啊？应该哦，提出具体的这个记录啦，会使讲提出这个具体的这个证据啦，对不对啦？吼、哦，袂用个随便啊来捏造的啦，对不对？来捏造的啦，啊。
那么伊伫咧讲啊，周玉秋吼过去曾经无赖这个人证哦，到税司洗钱啊，后来被法院判决恶意来诽谤败诉啦。我希望讲哦，重复这诶这个历史吼，但是啊，这也是毋是由我一个人啊来决定的啦。哦，你看对不对啦？这有记录啊。个因老爸啊，个个个孙安尼啊，吼败诉你，你个想看卖啊？啊，后来法院对不对？判伊恶意的这个诽谤你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嘛，使吼，即个名嘴啦，即个迄落吼，都为着吼，为着什么啊？为着迄个什么？要赚迄个通告费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乱讲一鼻安尼啦，所以我感觉吼，像迄有迄个就嘛是同款安尼啊，吼，迄个，哎，新闻的时阵安尼啊，什么遐有，迄嘛是安尼啊，好啦，即阵咱就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。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